第三十八条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纵然做到极处，俱是何当如此？捉不得一丝感激的念头。若认失者认得，受者怀恩，便是路人，便是世道矣。所谓至亲无闻，这句话稍微有点文言，就父做父亲的要慈爱，做子女的要孝顺，做兄长的也爱护这个弟弟，那么做弟弟的呢也要恭敬尊重兄长。这个即使是做到了极点呢，叫做到极处，就是做得完圆满了，父亲特别的慈悲，子女也特别的孝顺，就是说你做到极点呢也是怎么样呢，也是理当如此的，这本来就应该这样，着不得一丝感激的念头，就是互相之间啊，不要有那么一丝一毫的感激。这话需要解释，底下就说了，哎，一听这个话就心中一惊，哎，那怎么这个人就不知道感恩呢？这反而是一个更高的要求。那底下就说明了，若失者认得，受者怀恩，便是路人。如果说失就是给予的人，比如父亲给了孩子的爱心，父亲说那我应该的嘛，我养了儿子我就要对他这样。那如果父亲说我对你这么好，认失者认得，认为自己对他有很大的恩德，受者怀恩，那么接受的人儿子也说，哎呀你对我真的太好了，这是什么关系呢？到这种情况下，父子关系就已经疏远了。便是路人，就说大街上的人，大街上的人他本来他没有义务要给这碗饭给你吃，他没有义务要帮助你的，他现在帮助你一下了，你觉得哦好感激哦，所以叫路人。便是世道，世道也就是菜市场这个跟前面是一样，是世间交易买卖。所以就说到呢，至亲无闻，就最亲密的人之间没有修饰没有虚假，也没有文字语言的表达，就自自然然就这样子。那这一段是要说明什么呢？是要说明阿弥陀佛救度我们，他没有那种这个认得，他是出于佛性，自然自自然然就要救度我们，他没有说呀我救你啊你要感恩我啊。所以我们很多人来拜佛啊，就是对佛把佛当作路人，没有想到我们到极乐世界，这是我们理当如此的。如果我们这样敢承担，那你就是佛子。就是我们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为我们创造了极乐世界，我们回去这个是理所应当的，理所当然的。我是佛的儿子，佛要救我，我当然回家是正常的，没有一点点觉得哦好像是这个意外这个很谄曲的那种心理都用不着。所以这个是个更高的要求。我们可能一开始觉得跟佛隔得很远后来听到这个法门很欢喜很感恩，就第二阶段，到第三个阶段就很平常了，本来就应该这样的哦，我本来就要回到佛的净土哦。那这个时候你的念佛反而是非常的轻，没有负担，没有压力。有人说了，那师父我要不要感恩念佛啊，我这个感恩感不起来呢，每天叫我感恩念佛我都觉得头上戴了顶很重的帽子。我说你用不着感恩的念佛，你会念佛就是感恩了，你只要念佛就可以了，不是说自己念佛还想着我要怎样的感恩，你用不着了你就这样一行道你念佛就可以了，不是为了感恩而念佛，是这样念佛就可以了。所以心中呢时不时会有那种感恩的念头出来，但是要想到呢，所以更高的要求来说更高的一种理解，那就是说自自然然。所以这个叫做一向专念，一切的一切都归纳在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当中，语言都多余的没有用。孔老夫子也说嘛，巧言令色鲜矣仁，
巧言令色，语言说得很漂亮，漂亮话讲得很好听，脸上呢也装出那种啊那个喜悦的样子，讨好的样子，这样的人很少是有仁爱的。我们很多人来到佛堂，就是跟阿弥陀佛面前巧言令色，阿弥陀佛啊，我今天做了多少功德啊，你见见，你看几件事，阿弥陀佛啊，你看我多么的虔诚呐、啊，你看我拜佛啊，怎么这个都是拿出样子出来。像这样的人心中跟佛是没有亲近感，就是很自然来到佛堂，非常自然的来到，叫小孩子来到爸爸妈妈的面前，他哪有巧言令色的，只有那个什么人，就是那个人要巴结领导，他才会巧言令色。那领导跟父母是两回事，如果你把父母当领导来巴结，那个你父母一定是伤透了心啊，这儿子脑子出问题了，是吧？那我们对于这个阿弥陀佛也一样的，就是说这个佛子啊，佛性天然一片啊，自自然然的回归弥陀净土，弥陀要救度我们是出于佛性的自然，我们要回归净土也是佛要救度我们的必然。第39条，境由心造，给予就会被给予，剥夺就会被剥夺，你给人家就被人家赠给你，你要剥夺人家的，比如剥夺人家的自由，那人家你的自由会被别人剥夺，你剥夺人家的幸福，剥夺人家的尊严，那你的尊严也会被剥夺，幸福也会被剥夺。所以大家不要去伤害人家，不要剥夺人家，应该给予对方，你给人家就给予自己，这是一个真理。信任就会被信任，怀疑就会被怀疑。关于信任和怀疑哈，倒是有很多的说法，特别是我们做领导的，或者我们在佛堂里边做重要执事的，下面总有一些员工啊连友啊，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人家呢？最重要的就是信任，你信任对方你就会被信任，你怀疑对方，对方就是贼，你怀疑了他怎么样，他就这个人很怪，你的念头往往都会感染，会改变一个人。而且怀疑是非常不好的一种，这个团体里边如果弥漫着怀疑的气氛啊，这个团体是不和谐，你怀疑我，我怀疑你，这怎么能行呢？要互相信任，信任呢就很温暖很透明，大家过得就很舒畅。这怀疑是个毒素啊，要不要怀疑。但是我们凡夫的心啊就容易起疑心，我们怀疑觉得有道理啊我看见了，我听见了，他那个人就是这样啊，不仅我这样说，别人也这样说啊，就大家都犯了一样的毛病，未必人说的多他就一定怎么样。而且人很奇怪，每一个人他如果遇到一个很信任他的人，给他温暖的人，他就会表现出值得信任的一方面。他如果遇到一个老是怀疑他挑他毛病的人，他也一定表现出那种比你怀疑的还更要坏的那一方面。那其实是你给他定了位置，说哎，这个人他就应该被怀疑，好，他就听话，那我就被你怀疑了，我就这样做了。那如果你信任他，他反而在你面前啊，做不出那种跟你信任相反的事情，就说你的信任这个力量能量，你给他定了位，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，你不是一个做贼的，他怎么好去偷东西呢？就这样他偷东西遇到一个不信任我的人，他说我是贼啊，那好，你已经认定我是贼了，我不偷东西对不起你啊，对不对？那么你看你就认为，你认为他是个好人，他就不会去，确实没办法，那个手拿不出来了。这个我们自己也知道，我们每个人一样，比如说我们受对方的表扬，本来我们呢是比较懈怠的，学习也不好努力用功，但是老师家长一表扬，你就不好意思了，做假的也在去把书拿来读一读看一看。小孩子最明显啊，小孩子你表扬了，哎，大家来学习了，他顺这个劲儿叫顺杆爬。但是如果你批评他，越批评他越不学，哎，知道我妈妈知道我，哎，他很会听话，妈妈知道我是一个不爱学习的孩子，而且他已经给我发了那个许可证了，他许可我不好好学习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今天批评我了，他批评了我就给了我支票让我可以
我可以不好好学习的。你不批评他，就是你没认可他，说哎呀，你是一个勤快的孩子，你是个爱干净的孩子，你是个好学习，你是个孝顺的孩子，你这样来信任他，他就会乖乖的。所以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啊，引导，那也要呢正面的语言，正面的思维，或者说正面的暗示。这个信任就是一个暗示，正面的暗示，你是值得信任的，你是有很多优点的，那对方哈，他就会做出值得信任的行为来。那如果你怀疑对方，甚至事先给对方呢判了刑，说这个人就是坏，这个人就是差，这个人就是不值得信任，那他也一定哈顺着你这个语言做出不信任的事情，说哎，你看他不值得信任吧。啊，这就像我前两天在微信里边写的文章一样，这个灯和一个暗盒，灯虽然在黑暗当中，但是呢它信仰光明，在它看来世界是一片光明的，哪怕在晚上它看不见黑暗。所以有人就说了呀，你光明就是你这一块，整个世界都很黑暗，他说那真的这样吗？那我出去看看吧。结果他不管走到什么地方，他都看见光明，他没看到黑暗。他说看到山啊、水啊、房子啊、板凳都看见了，可是黑暗我找不到，我喊他也喊不来啊。是因为他心中本来就是光明的。如果我们心中是光明的，我们信任对方的话，信任一切人，这一切人就会被信任啊，他就会做出那个值得信任的行为来。那么反而过来一个黑暗呢，黑暗它是个黑暗盒子，那人家说哎呦，外面阳光普照，你怎么是黑乎乎的呢？啊，阳光普照，什么叫阳光普照？我也出去看看。好，他跑出去了啊，坐飞机啊，过轮船啊，上天渡海了。因为他这个黑盒子嘛，这小黑盒，这个黑盒子搬到哪个地方还是一片黑暗。他回来了说，世界我走了一圈，我走到之处全部是黑暗的，哪里有什么阳光普照啊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就我们每一个人，你如果是个黑暗的心，你怀疑来怀疑去，你一定觉得你的怀疑有道理。那么这个暗盒他也认为他有道理啊，你看我走到哪去看都是黑暗的。所以这个灯和暗盒他们各自就守了他们的信仰，也每一个呢证明了他们的信仰，灯证明了是光明的，黑暗证明了是黑暗的，但是结局呢啊，所以我们要做这一个灯，要给啊，要给人信任。那话讲回来，我们要信任人家是不容易的啊，我们总是提防啊，怀疑戒备，这是我们的心理状态。那如果我们信受了弥陀的救度，我们就有力量来信任啊人。所以第十八愿里面说啊，至心信乐。这个至心信乐在佛那里得到了啊，这个信心被佛所信任。你看佛多么信任我们，说你这样的恶的众生孩子信任我们，救度我们，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信任其他的人。爱就会被爱，恨就会被恨，生命就像是一种回声，送出什么就收回什么，你播种什么就收获什么，给予什么就得到什么。你怎样对待人们取决于你怎样看待他们。我们对他人的态度是自己对自己态度的投射，就像刚才讲的镜子一样，你对人家怎么样，那一定要对你怎么样。你对别人微笑，别人一定对你微笑，这是普遍的真理，爱别人就是爱自己。哈，这句话特别有力量，算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真理，爱人家就是爱你自己。那你要不要爱自己呢？要。那请从爱人家开始，说我只爱自己不爱别人，那对不起，你肯定爱不到自己的。你要爱自己就是爱人家，爱别人你就会爱到自己了。你如果只爱自己不爱别人，对不起，你肯定是爱不到。所以我们爱别人就是爱自己，给别人帮助，给别人温暖啊，这个收获就会在自己身上。那么这样的真理，请问佛阿弥陀佛了解这个真理吗？阿弥陀佛了不了解这个真理啊？当然嘛，他爱我们像爱他自己一样，因为他懂得这个真理啊。所以你看我们世间人都懂得了，何况阿弥陀佛呢？所以他爱我们像爱他自己一样，
那我没有苦恼，他一定会帮我们解决的。我们每一个人啊，我觉得最近因为这几天都在跟大家学习弥陀的慈悲救度爱，我也有进一步的体会吧。这个真理啊，或者说我们学习佛法，其实就是感受弥陀的爱心。你活在弥陀的爱心里边，什么都可以了。什么讲修行啊，讲智慧啊，讲这些啊，都没什么意思。没有弥陀无尽的爱心，这才是我们得到叫捞干的。这个你才得到，你一个学法得到这个地方，才是得到了真实的受用，真实的功德。所以如果我们感受到弥陀的爱心了，我们这样来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你哈就真正的学佛入了门，入了佛门，入了佛家。入了佛的家还感不到佛家的温暖，你到我家里边来，我还给你搞一杯热茶喝喝呢。那如果我们没感觉到佛家的温暖，说明你没在佛家里边，没在佛的门里边，所以我们的心啊就会拘谨。其实学佛的人，你看他的面相多少也能看出一点来啊，很苦大仇深的，愁眉苦脸的，这个心结不开的，这个东西怎么回事啊？眉目舒展，非常欢喜，非常开心，要会笑，要感觉到弥陀的救度，不然我们笑不出来，我们哭都没有声音啊。所以在这个世界啊，还是要了解阿弥陀佛啊对我们的爱心。弥陀的爱啊是无穷无尽的啊，语言再怎样的形容都不足以表达，都包含在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当中。你有苦恼向佛倾诉，你有欢喜让佛知道，你有无奈佛了解你理解你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阿弥陀佛都了解的。所以阿弥陀对我们讲的话那是非常的体贴的。你像这里我们昨天学到一句哈，大家翻过来第34条，其实当初我看的这条是很感动的第三页第34条这句话，大家要记住，就是阿弥陀佛对你说的。讲这个话的人其实是一个天人就是灵界的一个众生，他还不是佛，但是他都有这样的境界和爱心，何况是佛呢？这是一个亚历山大他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他就到了一个临近临界的，这有一个光明的人，也没有说话，说声音非常的好听美妙柔和慈悲类似于女性的声音，但是呢他并没有讲话，可是呢信息都传递到亚历山大的心里面来了。他说什么呢？亲爱的，你将永远被真爱，你不必有任何恐惧，你不会做错任何事。说如果佛对我们讲这句话，我们多安慰啊。但是我们都是在提心吊胆的，哦，我这样怕做错了，我那样怕做错了，这都是细枝末节的小事啊！不要这样的怀疑弥陀的救度，我们不会做错。在佛的眼光当中，佛不会跟你计较，说你绝对不会说你做错任何事的，你不管怎么做都不会错，因为你是小孩子。像小孩子在父母面前，他即使在床上拉屎拉尿，父母也不会责怪他，说他做错了，因为小孩子嘛，是他的儿子嘛，就这样的哭啊闹啊要干什么，他都会无条件的来帮他解决的。我们在佛的面前就是那个小孩子，你不会做错任何事的，你永远会被真爱，你不需要任何恐惧，就像婴儿在母亲的怀中，母亲对他就这样的心。我们在座下面很多都是女众，你们都抱过你们的可爱的宝宝，对不对？你们对你们可爱的儿子不就这三句话吗？哎，看看自己的宝宝，哎呀，我的宝宝，哎，小酒窝，你笑得好听，你将永远被真爱，你会讲这句话是吧？你不需要任何恐惧，你小孩子这样子，或者是做噩梦了或者是捏血拳头了，妈妈感觉哎呦，别吓着了，哎呀，什么吓着你的？你不要恐惧，你永远被真爱，你不会做错任何事。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如果这样慈爱的妈妈才会这样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午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。